时乘的马术都会处来自六根马术中心。那么今天呢，包含一到四以及七号的选手是出赛的。哎，有来一位的六比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你，小魔鬼呀！奶奶不管你很好笑啊。老弟，现在进来哪一位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六号林梦杰进场。